我太多在大家面前表现的是甩手快啊，还有力量强这一方面，还有走位那一方面，然后这次就展现出收敛了一些，比较柔，但是又很快的感觉，咻，哦，唰。左手握大地，右手握着天。我这边的话，老师是托举技巧担当 ，Franklin 是动作担当，就那个编动作的担当，我是负责调节担当。就可能有些动作不太适合那一趴，因为我在看我们作品的时候，我很多都是站在观众的角度去想，怎么样才能把我的情绪烘托到高点。因为我有站在中间的时候，我都会用我的情绪去 hold 住中间这一块的观众的气场。尽量去眼神一杀。然后最后我们一个回头，嘣，嘣，然后眼神杀，最后把他们再拉回来，然后就差不多。打开优酷 APP 首页搜索"这就是街舞"，进入节目专区，更多视频等你来看。